还没有加入爱康的时候呢，我的条件其实都不是属于一个成功的人来的，都是属于一个平凡人，甚至是一个失败人啊。不过当我来到爱康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看到了这一个机会，所以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我要去让我的生活，我要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跟突破。我最大的成就呢，就是不是只有我自己拥有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了，那就是我的团队呢，他们也同样的拥有了生活素质上的这一个改变跟这一个进步了。最重要是有一班人一起会成功，这样呢真的我觉得这样还有快乐过自己成功，是不是？没什么行业真的可以说帮做得到这样的东西，我打过工这么多年都是自己自己升職。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. Always add value. 都是個個都這樣做，整個team這樣做，個個都會升級。我的人生座右銘呢，就是信。第一個呢，就是相信。因為呢，只有相信才可以產生動力。第二個信呢，就是信任。只有通過信任呢，才可以產生速度。我现在我都已经时间是自由的，而且呢我们都已经是可以再做我们喜欢做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退休生活了。